要创立社企需要很多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看有南韩社企摇篮之称的哈甲育成中心是如何培植社企种子的。年轻的脸庞写满专注的神情，手上不停动作着。这群学生在厨房里卖力练习。这一天的菜单是韩式拌冬粉。只见大火不断将各种菜色、配料和水煮过的冬粉拌在一起，就成了道嚼劲十足的韩国传统料理。另一间厨房里的学生则是在一颗颗草莓淋上巧克力。采访这天刚好碰上一年一度的白色情人节，他们正忙着做应景的甜点。这些丰富的烹饪课程不是在学校里上课，而是在哈甲育成中心。有韩国社企摇篮称号的哈甲，它的两大主要任务，一个是开办各式创意课程，提供中辍生学习技能的环境，包括烹饪、语言和社区营造等等，希望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另一个任务则是把这块向政府租来的空间转租给其他社会企业，让彼此在同一个空间办公，有任何资源都能共享，一起拼全力推广社企。1997년 IMF 경제위기가나왔고그래서이제그전에탈학교학생들이많이생겼어요자기네들이그다양한어떤트랙을따라서갈수있어야된다이제그런데학교는전혀변하지않고특히이제그때는우리가문화활동을청소년들이하고싶어서학교에있기싫어한거잖아요그렇게해서이제이공간에대한컨셉이생겼고要全场同学一站起来自我介绍。创办人邱亨教授在新生报道日这一天，就先要训练大家勇于表达的能力。他认为，社企的教学课程除了知识传授外，更要重视的是社会经验的累积。제가계속강조하는건이거는학습공간이고교육이라기보다위해서모두가서로배우는공간이고우리가어떤문제를같이해결하고협동해서풀고그걸굉장히창의적으로푸는그런공간이다거기그렇게하다보면자연스럽게사회적기업도나올거고뭐그냥기업도나올거고학교도나올거고지금하자는그렇게다양한형태가다나오고있는하나의그생태가인거죠手中锯子在木头上来回锯啊锯，眼前这三位女大生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专程跑到哈甲来学习木工技术，已经一个月了。比起每天在校园里死盯着课本读理论，她们更喜欢能动手实做的感觉。지금대학교다니고있고요학교에서는이렇게손을쓰거나사람들하고같이뭘할수있는시간이많이없거든요근데여기서는제가직접뭔가만져보고도구를사용하고또이야기도나누면서같이일하니까그게재밌는것같아요不分中辍生、在学生，只要有颗想学习的决心，都能来哈甲学习技能、累积社会经验。虽然肯定社企的功能，但邱恩教授也说，青年想创社企，没钱、没资源，想一步到位办得有声有色，恐怕很难。而且如果全靠社企，那么社会问题就只能解决一半。사회적기업을하기에는또경험이너무없고협동적인자아가만들어져있지않고그부분을하지않고섣불리사회적기업이런걸해봤자별로성공할수가없다그다음에많은친구들이너무삶이불안해요안정적인삶이안되기때문에안정적인생활이안될때사회적기업을할수가없는거죠오히려그문제가굉장히중요해서나는오히려요새보는부분은그카페오공이라고이제협동적으로카페를청년들이하면서이런얘기를아이디어를계속공유를하는거예요공유를하다가재미난일이있으면하고이제그것들이굉장히좋은사회적기업으로발전할거예요他强调，一个社会除了有一般盈利企业促进繁荣外，还要有社企、合作社以及各种非盈利组织 NPO 的存在。用共同体的概念来思考城市、国家的整体未来发展，才能真正改善社会问题。